大家分享前戏。好，我现在是去看地心下面去，哇，去哇，这这，我要去地心下面打一下那个黑龙。完了，我没东西踢眼。我楼梯是不是也被炸了？这是哪里啊？哇，这真的是我家啊！这真的是我家吗？我都不知道这是我家，真是没经过我同意就这样。等我这个楼梯，好，不管了不管了，我要先走了。这个长毛不能浪费。好，走吧，走。大神和走吧，我们去打地心人。不是，是黑龙，不是打地心人。走吧，走。他还没下来，那我先进。拜，我先进来。Boss， 先把龙一号角拉出来。我自己一个人冲也行，我是一个帅哥，很厉害的牛逼人。我现在只要一按，它就会即将到来。看我，看到没有？听到这上风，哼，这个风都给我加油了。他说：“加油，加油！”哼，哎呀，上去吧。哇，我好害怕哦。哇，是真的，岩浆黑龙，我先跑了。我要长矛。完了完了完了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，我不跟你玩了，我。这样真吓人。你干嘛化为飞镜吧，你神经啊，你哇，好可怕，你这样真没用了。他过来了吗？真怪，哇，你还敢这么前进，你知道多吓人吗？你知道多吓人吗？没扔准，这太难扔了。哎呀，这太难扔准了，有的是扔不到。哎，扔准了一个，扔准，哎呀，没扔准。哇哇啊！真厉害的强烈的攻击，好猛啊！去死吧！呀！别打我！呀！啊！别打分！哎呀，他不见了，浪费！哎，我没长矛了，我还死也被他打一下。哎，我先回去了，我才不回去呢，我还有长矛。但我这长矛是不够十矛而已。我要先开始，哇！龙江巨人，我不管你，我的目标不是你，嘿，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啊，你就在这里打你，哎，这里打不到，啊 ，no， 你帮我，谢谢你的一击，啊。我得先逃了，拜拜，拜拜就拜拜，滚！哇，
人六剑，来也。哎，好，化为飞镜吧。我就是飞镜了，你别打我了，我求你了，好不好？哎，等我。哎，你大哥，你等我吧，饶了我，饶了我，大哥，大哥，别打我，大哥，大哥。呵呵呵呵，就在那边，你看，这就是他的标记，轮着进。不行，这样也不是办法，一直人不准他。用一个，这个是用呀，这个可是用金做成的，看你怕不怕？这金做成的也只能这么浪费啊！呀，我用在你的身上，两个人一定也可以打死啊！一定要打到啊！哎，还好没扔出去，真牛逼！哎，这，哇，好强呀，好强大的力量啊！试试接拜岩浆黑龙，怎么还没出来？哎，你先别激惹他，死了吗？不可能，没这个道理。啊？我坐不上去，不可能。呵呵，打死了吗？不可能啊，我刚看血都还没死呢。我去看一下他有没有蛋，没蛋了。没搅蛋蛋，那下一个会更是谁呢？死了吗？不就在那只 boss 的这个位置？没有了吗？不应该。呵呵，那个还有人吗？来，哇，又来了！干嘛在我打人的时候这么麻烦？哇，我怎么走到哪里就打你？哎，不见了。你神经啊！这巨人也太讨厌了。对，先把这些巨人给全部 K 了。太讨厌！哇，又来！我怎么一走到这个方向又没了？来啊！哇，这，哇，哎呦！哇，你这么牛啊！这么牛拍呀、啊！呀！咻咻咻！哇哇哇哇哇！好强烈！别乱跑！哎，呵呵也在打。嘿，别打他！别打他！你想打谁呢？嘿！哇！啊！嘿！哎呀！哇！我没了，我没了！只能用这一击了。可以，这是枪，这是枪，不可以，这只是一个破东西。哇，你这么牛了，这么远都可以打得到，完了，我只剩这五花了，我已经无能为力了，除非我可以飞，我就这五花了，接下来就只能交给你了，我问你，接下来就是。交给你，我去检验。呵呵，我一根长矛都没有了，我就一根箭了，就一个子弹了。你有吗？给我一点。哈哈哈！我没木头，我随身带木头干嘛？哎呀，完了，真是。最后一次，弹药不足。好，这条得今天先修，拜拜。